是他邀请我们的玉秀来，我们请上座。要坐，要坐。好，哇，好，来，请我们的鸡排蜜，来，你可以躺着，用个老爷皇帝的姿势往后仰，听到吃鸡排的姿势怎么样最舒适？坐着。坐着吃哈，他手怎么这么紧张的交叠在一起？不要紧张，来，请我们的鸡排蜜，好，来喂食我们的玉秀。来，等等，要让我们的媒体朋友捕捉画面啊！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慢慢的哦，好，咬着哦，不要拉扯，你们两位好急啊！来，谢谢我们的玉秀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我们的玉秀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捕捉到画面哈，来，玉秀请上座，好，再请我们的伊利爱的喂食秀吗？哇哦，今天这个1:1的写真也要来送给我们的玉秀。好，那么现场朋友们都已经捕捉到我们这个爱的喂食的画面了吗？好，再一个动作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好做个动作就好。来，我们玉秀可以看前方的镜头，跟我们的美丽的伊利一起看。鸡排妹把我们的这个1:1的年历呢，来送给我们的玉秀。好，一样的，同样的邀请我们现场媒体朋友们呢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非常感人的时刻。我们的伊利呢，今天来到了现场，要把我们的1500块钱的鸡排手的全数来捐给我们的罕见疾病儿童基金会。当然呢，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呢，待会呢都可以准备好你的零钱。看我们的望春女神来做公益哦！好，来，最后的10秒钟的时间，来留给现场朋友玉秀以及我们的伊利来正前方。好，来左边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玉秀，来这里也送给你。好，那么呢，再一次呢，要邀请到呢我们的望春女神呢，要全部一起来上台，看大家一起来呼吁。爱心麦鸡排，所以现场的朋友们呢，待会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前方呢有100份的鸡排，今天呢都要全数来回馈给我们的罕见疾病儿童基金会。好，再次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望